骨盆舞 up and down 兼具甜美跟性感 ，ESID 因此爆红，连阿兵哥都为之疯狂。活泼 ，ESID 去年七月首度来台举办歌友会，千张门票被抢购一空。现在宣布下个月再访台，场地改三倍大，更开出韩国女团见面会最高票价5400元，挑战新纪录。另外备受瞩目的韩国天团 BigBang 去年来台四场见面会，尽管最贵门票8800元，仍创下门票3秒完售的惊人纪录。不过今年的音乐会虽然最高票价已经降到6800元，但门票销售却不如预期。台湾的 VIP， 晚上好。或许是因为场馆从小巨蛋移师到林口，也可能是因为成员 TOP 缺席，五个人少一个人，让 BigBang 门票卖了超过一个月，到现在各个价位都还是有空位。韩团韩星接踵造访台湾，或许是票价高，也或许是分散市场，连天团的票房都备受考验。记者黄一文、陈振茂报道。